十块钱一大个。哎呦我的妈！整个一百斤的，整个篓子你回家扔啊！花、萝卜、比较珍惜的物种海带脆，鸡蛋，来点素心心素蚝油，一丢丢盐，因为杀的时候有盐。用凉水和稍微硬一点的面团醒。形状就不对，切的细一点。哎，今天咱们还做朝鲜族的干豆腐，我这是三张干豆腐，一勺半吧。我们把这个糖放在这个盆里，就这么揉吧揉吧揉吧。大概这个干豆腐你就感觉有点透亮了，放的有点静止，放到别放阳光暴晒的地方，静止两个小时，让它风干，差不多挺干的了，再干一点更好。来一点点，来点醋，盐，主要用我这自己加的辣椒油。这个小辣不俩吃的用，全是油啊，拌的。我们给它煮成麻，辣不上就可以。要不做点用洗洁精，这都不用洗洁精，辣到麻不上就行。最后这盆你再用清水一涮，这东西都在这麻上，这油还没用清水一炒就行。植物油用凉水和热水炒都行，要是动物油咱得用热水啊，牛油、羊油、麻辣烫油啥的。物质纤维的油不沾油，这个就干净了。把我们攥干，别拧干，拧干影响使用寿命，一定要干净吃。哎，吃饭吧。吃饭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芬德荣姐。哎，这饺子带劲呢。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你哪有酒？哎妈！今儿把车的，好吃哈。嗯。那干豆腐再干不干就更好吃了，越干不越好吃。嗯。我今天哪看见盐不抢了？嗯。旁边挨着咱卖盐的。嗯。他说抢了两天，那消停了。夏天吃点西葫芦真好。对，旁边大哥冬天就想上三亚嘛，那不行，那个今年好像也不能去了。就盐也不能去了。以后都得去的少了，冷也得去。你看我早上早上看见俩刀鱼呢，嗯，大家说快吃吧，嗯，过多少天，240天就不让吃了，不能吃了，嗯，这股风过去了，消停了，该吃还吃，馋，嗯，不咋的，对，也不怕的，尤其他这一便宜，你看吧，嗯，昨天我看那个报道。韩国的海鲜市场，看一人没有，人不是等240天没有了，抓紧时间吃，一人没有。嗯，咱们还等呢，抓紧时间吃呢。嗯，有人说，这大人不吃行，孩子不吃可咋整啊？我有时候听他们说话也挺纳闷，那咱们那个年代长这么大，咱也没看着过大虾和那个螃蟹，嗯，咱也没吃过，也没见着过呀。嗯，那不也长大了吗？对，咱小时候根本就吃不着。没有，好像我这海鲜就吃的是海带。对，小时候就海带了。海带炖土豆。嗯。海带炖炒土豆，海带炖土豆，海带炖豆腐。那时候海带也是贼。嗯。哎，老有人说，先污染哪个海哪个城市哪个城市，也有人说咋的，他们不游啊。嗯。吃完饭出摊就得带着。嗯。拜拜，朋友们。